ready。ready， 上去之后那个城门就会有一关，城门，城门哈，好，但大家还是会准，应该抓着我，注意安全，好，起飞，老师先走，老师先走，哦，来，哇，哎，潘老师，潘老师一马当先，老师先走，老师先走，来来来，叫叫叫叫叫，可以吗？脑洞起来，来动起来，来找老师，找老师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先来一个，好，来，我们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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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用打的方式，让他面翻面，翻成黑面，打，会打吗？好，开始，打边，再来，用力一点，再来，好，击打，来，用力打，用力打，来，过，过，过，快快快，走哪哪边？左边，哪边啊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快，左边快，好，再快快，这个意思没错，要打准，要打准，快，好，来，走，来，三个，三个，往哪边？这边，走，好累，可以就往前哦，加油。应该太喘了。好，往前，加油加油！老师来，来，老师来，这是什么？来，顶出好球运，左手拿盾牌，加油加油！来来来，快点，快！你先。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走。三四五六，来，继续继续，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走，这边啊。你先走。快点快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差一点，那边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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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一点，那边太斜。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慢。没关系，加油加油，一步一步。在，来，这很长，不用快，一步一步来。调整呼吸，因为他们都还在后面。深呼吸，深吸深一点。脚抽筋了。你看吗？他们。加油。好喘啊。二分之一了。来。对，压大腿。压大腿，我带着你走，你趁机休息。我们快到了，到了。最高是技术好准，不管最高，连续把两根指定编号的积木搓掉，其他积木都没有倒的话就过关。好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太高。多少？一，很棒。好，慢慢来。另外。怎么？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啊！再好休息一下。快了，再十秒。啊！怎样？然后我从前面好了。好。好，下一个。再爬一个，再爬一个。连续两个。好快。二。加油加油！要掉号码。哇，好哇，这个很硬。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就随便的，随便。好，一，一。小心一点哦。好。掉一个都不行，自己排。好好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再一次再一次。慢慢的，现在你已经出去一半，好，再把它拉回来一点。
再拉，还要再拉。好歹。六，没关系，六很好，六很好。又出来了。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这边这边这边上面再滑一点。哎，来上面这个，上面那个，哎，上面这个小心，上面这个小心。对，从那边推，那边。全部冲了。再来，再，停，好，再拉回来，上面再拉回来。慢一点，小心。好，另外一边再回来。再回来，好，这边再回来。再，停，可以，到中间。出去了，再，好，出去了，好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小一点而已吧。小一点，小一点。三，给你看一下。好。给你看一下三，有好三。他们。三。我们的好紧哦。都有。好，再甩，再甩。好，可以，直接冲。直接冲。加油。再，很好，直接来。再，再慢一点，上面。这里。嗯，回来，再回来，好，中间，不要再回来，这个那边上楼上面的回来，好，再一次就可以了，是，中间，来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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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停 ，OK， 哇 ，Q 哥加油 ，Q 哥加油。怎样？就是要背着竹篮，然后把箭射进你的配套的竹篮里面才能过关。然后竹篮是两箭，要两箭。进去来，帮我捡一下。好，竹篮背上去，一次一箭。我的那个GoPro，我的GoPro给我。你来做那个吧。在这儿，阿天在这儿。帮我捡车。砸着行驶走。凤姐，小心走啊！好的。照着一定的速率走就好，不要受伤，不能滚下来。你也是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凤姐，小心走。哎，姐，你看。眼眶是这样。别。你们看。可以，走，加油。谢谢。来，走。可以的。好，你们两个手牵手走。这个过程有点缓慢。对，慢慢走，没关系。我们一起慢慢走。不要跌倒，安全最重要。你慢慢来。可以，好，好，然后这边给我，我来拿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小心哦。来，好，
慢慢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投，可以。对，先慢一点，先慢一点，先别急。OK。可以哈。嗯。Thank you.来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梦杰，曲哥，脸色苍白嘞。曲哥，你们来了，加油！小心小心，最后最后一里路。来，四位，一起把你们提过叉上。叉起叉起，一起。大家的努力都有成果，好厉害啊你们！加黑队的可以出来了吧？小心小心，好。OK。OK， 还是要上台照常。来，来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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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 辛苦好，恭喜你们也完成了，是一段艰苦的历程。来，大家都很厉害，每一个都很厉害，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。对对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是运动家的精神。好，辛苦，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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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各位四位，刚刚有转球的是谁？好，潘老师不用了。三位，剪刀石头布，好吧？阿明达，阿明达来摸啦。为什么？只为了脸。剪刀啊，石头布，哎，就是阿明达。我怎么可以赢呢？阿明达，摸得了摸的考验啊。我们不会弄一些危险、危险啊、恶心的东西给你啦。好，哎。眼睛看着蹦，手进去掏一只出来，活的啊没有，你要掏出来，人家都喂食了，都喂食了，好吧？我要拿出来，会不会进去五根手指头？我要拿出来，对，要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海鳗会咬人呢，就有点怕哎，有点怕是对的吗？他还比较怕你嘞，毛茸茸的感觉吧，哎，感觉毛毛的。进去，有水有水，水呀，海味啊，有水对，海味啊，要不要拿出来闻一下，看什么味道？抓起来就。你拿出来，我用闻的，看闻不闻得出来。可以，你可以。哎，什么感觉？什么什么？我闻闻，先闻先闻。没味，水而已。有软软的，软软的东西的。没味道，没味道。简单的，简单的，没味道。差差很多。OK， 三八完毕，三八完毕，仙哥吃到了，好，来，你来，害怕，仙哥之前已经吃过汗了，他会咬我吗？到了我们混合畅饮的时候了，八九十十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对，然后现在要吃海鲜水，仙哥你很喜欢吃东西。OK 啦，很恐惧。潘老师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？一堆一堆。哎，潘老师想抓，潘老师想抓。没有没有。啊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我的妈！啊，没有没有。啊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我的妈！哎呀！罗辑，一条，我刚刚就。我一条要跑出来，哎，你要拿出来呀！你掉出来了吗？给我干嘛？我要真的，一条哎，没什么东西哎，一条哎，哎，好帅的，哎哎，打根拿，打根拿，遇到这一条，潘老师拿，潘老师拿，哎，好，最后就梦洁把它拿出来，又不用那个，他会咬人吗？他会，他会咬人，他会，就闭着。我们是赢的吗？我们是赢的。没有，只要拿出来而已啊！丢到健康脸上。等一下，我不敢拿了啊！我真的不敢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，很有趣。不是，因为我好像大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但是。姐。啊！还搭飞机耶。生吃哦。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要上面有一条。哎呦！我叫你把它放好嘛。那蛮可爱的。那什么？蛮可爱。哦，这已经都是合，已经处理过的了，处理过的。还各位，够有力是吧？还有蘸酱，一个人吃多少？吃两片。好，上了我把它分一分啦，这一人份啦。要把它吃完。啊，不是一人两片吗？对啊，不是一人两片，你不用分啦。就好了啦。
你吃的是他。这个油炸好，看起来好恶心哦。怎样？什么味道？腥不腥？不腥，但是有点像我们的脆肠。脆肠。脆肠。对，像我们的脆肠口味。有点像甜辣酱。对啊，我觉得不要沾酱。其实不恶心啦，就是脆肠啦。嗯。哎呀，其实好，哎，好好适合乌苏拉吃哦。它只是，它只是造型看起来有点恶，但是它其实也蛮好吃。现在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可以当生吃的吗？可以，是真的可以的。可以吃的。可以，我不会。不是，而且你已经吃了，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啊？乌沙乌苏拉，你还有一只。哦好。叫海虫嘛，蛮好吃的。海肠，海肠。其实真的就像是那种脆肠，对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！感谢谁？掌声再鼓励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在釜山呢，非常感谢釜山观光公社，还有蔚山观光财团，还有我们庆南观光财团，谢谢他们给我们热情的支持。谢谢，谢谢。